烤很不错，大家有听到那个烤烤烤的声音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照看女孩爱丽丝，今天我带了我的好朋友 Cindy 一起来到宜兰参加旅客博览会。你知道我们后面那是什么吗？士兵吗？算你对一半，他是人称梦想骑士的唐吉诃德哦。小时候读过他的故事，他是一个喜欢做梦的怪人嘞。等一下你到希望城堡就能知道喽。不过在去城堡之前，我们要先通过环保勇士的甄选任务。居然卖我关子。好了，我们先走吧。这很像我们小时候在公园玩的，感觉蛮难的哎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优雅的走过去。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大板的？哦，可以啦，这还好，这不高啊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觉得还好，像我这种成熟的大人是绝对不会害怕。我的天哪，这比我想象中的还高哎！刚刚不是说都不怕的吗？你不要再幸灾乐祸哦，等等换你哦。我是有惧高症的人，我真的有一点害怕。我这种成熟的大人是绝对不会害怕。我的腿要抖了，没关系啊，再抖一下。真的有惧高症了，没有人吓死我，真的好怕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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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笑得很开心，还好上去的不是我。你在笑我啊？喜欢自己的小朋友应该还是还蛮喜欢的。我已经五轮次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，我们就先这样放过我一马好不好？人因梦想而高贵，因行动而不凡。Cindy， 看来到失望城堡之前还要先经过胆量测试。好美，真的啦，这个地球好美耶！我们进去看看。你还差得有点远，真的吗？很快耶，很快，快到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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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时间的美好，只要勇敢行动，谁都不会孤单。激励无法达成，却还是坚守了自己的信念呢。没错，这次宜兰绿博就是想要借由唐吉诃德的故事，告诉大家，虽然每个人爱护地球的举动都是小小的，可是如果每个人都一起做，就可以发挥大大的力量，保护我们的地球，把伤害降到最低喽。宜兰绿色博览会是一年一度的环境保育盛事，今年以希望城堡为主题，打造了可以玩、可以学的生态游乐园。丰富有趣的大自然游戏，让我们更深刻感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。我听到这个羊跟我说，它觉得这个牧草很不错。大家有听到那个烤烤烤的声音吗？这座美丽的希望城堡，一直到5月9号都会在斯旺五老坑风景区等着大家哦！一起来当环保勇士吧！小编出任务，下次见，拜拜。